我是高官列车长，那112年了，10月26号，树荫站，10:43。慢慢走过去，等一下，快，我们在上车，快，等一下，66次哦，树林发射禁药，北回线看花莲的龙翠专利，慢慢走，66还有，再拍一下，快了，43了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要上车，先赶快上车啊！上车了。走。哦，这傻逼。不行啊，我们到八五车啊，五车慢慢走。哦，真的是要每次都被撞到。第五都是第五吗？对。上车，没有到第五啦。第五走，我们到第五走。先上一节啦，快点啊！五车困。五车啦，因为他不能乱上哦。啊，我是比你先上讲。我呢？那先让大家好了，先让我们讲。好几很多人订了，这个快要有名单了。用来在哪里？应该不用。啊？我来走。大包。哎，帮我拿。我的鞋子。好。你给我的那张在哪里？5车13/23。你是23，你是23，我是23，23。请支持由短程车票或滴滴往板桥、台北、松山的旅客，请您向黄色背心工作人员领取小礼物。还有啥可以换的吗？想跟我换一下？换什么？谢谢。广播说的小礼物是来，那个车票借我一下哦。换了吗？换哪个？你是啊，让我吐血，我会吐血。10:45，10月26号，66次，准备在树荫站10发站了。